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插个队吗？我，那你先去吧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插个队吗？说话时有刻意变调很多，有明显喉结滚动。看和尚的安青色是长期刮胡子留下的印记。不美，你在外面等妈妈。果然，正常人上厕所，脚尖不会朝向侧方。妈妈，抱紧吧。啊！疼啊！本小区发生紧急情况，谁呀？请大家立刻回家，不要出门。你别紧张，我是隔壁邻居。你来我家干嘛？我回家停水了，进一下厕所。本市有小区发现异常情况，目前已经封锁整个小区。如果发现有人被咬，一定要将其隔离。赶紧出去！我这个没事儿。你别过来啊！就是不小心。你们俩没事吧？老公，你快回来！你们先出去，我马上回来了。小区已经封锁了，我家人都在里面，任何人都不准进。他们该不会要吃人吧？这是什么呀？说是什么精卫国际公益组织给咱们小区免费送生活物资。哎呦，还有这种好事呢！谢谢奶奶。肉类都会有，连追溯码，而这盒连基本的商品信息都没有，这肉看来很有问题。静脉头疼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零号零号，有重大发现。病毒感染者具有攻击性，传播途径为血液传播。你别污蔑我啊！我把我家的秤带过来，不然我们对比一下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缺斤少两。比就比，我看你们就是来找事的。七斤三，跟你家秤一样的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是九斤？这么多人，我哪记得刚才跟你说的多重呢？再说了，说不定是你们换了一个呢。哎，你妈妈，我们走。可是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骗人的。妈妈，他在秤下面垫有杂物，支撑不平衡，从而影响秤的准确度。直接把装水果的盘放在秤上，水果盘的重量也继承了水果的重量。第一次称重后，会将前置数字归零，直接称第二分上，前置的是两次重量的组合。借助冲击力，使数值显示瞬间人为加大，再迅速将商品拿起，使商品称的重量比实际重量大。手段还挺多，妈妈，他给你用的是哪一种？刚才电子秤被好多东西挡着，我都没看到上面的数字，直接就付钱了。看来又多了一种手段。零号，有人欺诈消费者，报警吧。我是不美，我好像被人跟踪了。已经过了两条街道，但他还在后面。要不要试试老师教的网红防身术？如果被陌生人抓住，要迅速下蹲，双臂抱住坏人的小腿，双腿锁住坏人另一侧的小腿，这样坏人就动不了了。不对，小朋友的力量根本不能和成人抗衡。如果被抓住，他可以很轻松地挣脱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跑，举扇跑。小朋友体重轻，惯性小，转弯可以很灵活，同时寻求附近的人帮助。不美，你怎么又自己跑出来玩？对呀，救命，有人追我。哪有人啊？奇怪，刚刚还在呢。不美，你书包呢？好像跑的时候弄丢了。宝贝，不用吃饭了。
喂，7445863354。喂，不买，谁的电话呀？好像打错了。喂，7445863354。你到底是谁呀？恶作剧吗？你好，名侦探郭美，7445863354。看来这是一次我发起的推理挑战。12位数字对应什么呢？有会计单号是12位，但这个不是。12生肖，马、兔、兔也不对。7458，气死我吧！今天有线索被遗漏，还好我是先录了音，把音量调到最大。7445863354。这个敲击声是手机输法按键音，每个数字都以9键输入，按键只要把数字换成拼音，连在一起就是。这谁寄来的快递呀？来送和一亿年轻人一起寻找失落的记忆。妈妈，快给我！我的推理果然没错，但是妈妈，这个单词什么意思？灵魂的意思。灵魂。不过有个 APP 也叫搜，就是它。最终的答案一定藏在这里。搜，请你拿侦探酬金。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推理挑战。那你加油吧。小朋友，你知道第三小时怎么走呢？前面右转就到了。等一下，我怕找不到。姐姐车在哪？你上车带我去吧。手机有消息提示，网络正常，却没用手机的车头朝向，说明已经路过学校。沿途持续跑已非常明显，不应也找不到。但我只是经济方向后，坚持要我带他去，所以我爸爸来了，让他带你去吧。爸爸，爸爸。谁叫喊？小朋友们，在帮助别人时，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，别让你的善良被坏人利用。我是不美，帮助小朋友远离伤害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没什么，王八。我倒要看看爸爸又在耍什么花招。你看，又想去网吧？我带不美去跳舞，你把家里地拖了，特别是厨房地上，好好拖。好吧。按照你爸那速度，等他拖完地，就没什么时间去网吧打游戏了。我都打扫干净了。洗衣服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换衣服呀？该不会是为了掩盖网吧的味道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那是刚刚打扫出太多汗了。干的，拖布都是干的。爸爸，那地上太脏了，拖不干净。我都是用抹布蹲在地上擦的。妈妈，你居然用的？我可没用扫地机器人啊。那个，哦，对了，扫拖机器人自动拖地，那肯定会把地毯都给弄湿。你摸摸，这地毯都是干的，我就是手动擦的地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科沃斯 T20 拖地时遇到地毯，拖布会自动抬升9毫米，不会打湿地毯。而且科沃斯用的是55度热水洗拖布，拖布上的油污洗得更干净。我错了，不过有了科沃斯 T20 以后你就不用自己拖地了。那我以后是不是也有时间去跳舞了？妈妈，我来教你跳舞。哎，怎么是跳广场舞呀？